6月11号晚，王思聪粉丝账号逗比小王的地球之旅晒出一组王思聪的近照。王思聪带着一群美女走在街头，但一位走在前面合影的妹子却在镜头前大大的抢镜了。对此网友纷纷评论道，看来逗的还是深得老王喜欢的。撇开其他不说，校长最近要低调点呢，好腿好包。